3年来，中国一片红，周边14个国家全部沦陷，全世界2亿5000万人确诊，超过500万人死亡的，此时此刻，连我们周边国家都是这个惨况，举世滔滔，唯有台湾平安。台湾在外地投资的厂商回台，总投资金额1.4兆，境外资金回台迄今3300多亿。在疫情冲击下，全球的经济都是衰退，唯有台湾逆势成长。我们加薪减税增福利，全民发5倍券，地方政府都加码，厂商都优待，提高工资是15年来新高，我们给辛苦的军工叫调薪是25年来新高。蔡总统是第一个把农民最最需要的4大保险照顾周到，我们是从小照顾到老，我们从家庭照顾到学校，我们有效率增福利，结果我们这样子做还能年年有胜意。马英九执政8年，年年是红字，他没有办法跟我们比较，拿不出料，结果只有一步乱了，什么都乱。我们提出前瞻预算，他是这样子撒面粉丢水球，我要上台报告是依据宪法，是立法院要求。你看国民党是这样乱，用烟炭换低官低薪低等啊，弄个轨道店，你敢看？现在台湾是最坏的时代，也是最好的时代。你看中国经济这样绕台，你看美国前国务卿莱斯说，中国遥控金融市要颠覆台湾。你看《经济学人》说，台湾是世界上最危险，但也是最好的时代。透过议会用580票赞成，22票通过停台湾的法案。你看日本国会全体参议员起立支持台湾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，中国如果攻击台湾，美国与盟国会采取行动。远从欧洲捷克来的参议长在我们的国会殿堂说，我是台湾的，我们正站在历史的关键上，我们怎么样团结一起，让我们奋力，我们走过国民党的乱，历史的责任正在你我的肩膀上。你的一票决定国家的政策，决定台湾的未来。12、18是个不同意，让台湾更有力。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，继续冲，继续拼，国家继续向前进。